看看新闻网。近日呢，演员王新军的新作《独立莲》呢，是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开播发布会。是的，在现场呢，王新军和媒体是聊起了自己和秦海璐的婚事。嗯，好消息也许马上就要降临了，两人极有可能在今年年内完成婚礼。话如果有好消息，一定会告诉大家。暂时不愿意提及婚事，倒不是王新军有心打太极，原因是王新军父亲的身体最近出了点状况。据了解，秦海璐也是抽空帮忙照顾，看起来俨然已经是一家人。那今年会有这个计划吗？这个要取决于我父亲的身体的情况。如果说他的身体允许，当然我希望还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局。要说起秦海璐和王新军的恋情，还是要从2012年11月说起。当时已经和前妻唐静离婚4年的王新军，被媒体爆出和秦海璐相恋。两人在接受采访时，十分大方地向媒体公开了这段恋情。当时两人还曾对外宣称，有可能在2013年完婚。我要跟你提条件，你要是能做到，我才能留下来；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就得放我回去。不过秦海璐的档期总是排得满满当当，这也使得两人的婚事一拖再拖，就连圈中好友刘涛都公开向闺蜜催婚了。她的工作现在都已经快排到年底了，所以我们一直也在期待着她能够早点把自己嫁出去。每次见面我都问她，我都催她，没有一次不催她。娱乐新天地，明星忙得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呀。北京采访报道。是的，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他们。